桃园市书法教育学会邀请林俊臣教授举办书学讲座，题目书法的研究与创作，日期111年9月25日上午9点至11点30分，地点桃园市政府文化局5楼演讲厅。林俊臣简历：现任国立台南大学国文系教授，学历国立中兴大学中文系博士。2021年第届桃园衡山书法艺术馆书艺研究与评论双年奖评论类首奖。5日星期日上午9点至12点举办书学讲座，大家踊跃参与，过程精彩万分，也吸收了宝贵的书法知识。理事长黄庆章表示，为鼓励大家的参与，本会准备最新出版精美作品专刊20本，让观众摸彩大赠送。活动结束时，除讲座教授现场表演挥毫外，黄庆章理事长也小露一手，大家赞誉有加。活动于12点结束，感谢所有喜爱书法参与的民众，也感谢本会干部的配合，让活动圆满成功。